同学们好，这节课接着来讲一下九成宫的单字临摹。看这个字是"拙"，它这个字整体构成还挺有意思的，是两个火字旁向左边倾斜，火字旁向左边向右边倾斜吧，然后这个。右边的这个勺子是向左边倾斜，他们两个人有点那种抱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他们都有一个像礼的势哈，看先认真，先点划写重一点，不在所有的楷书里面，只要是点划，就相对来说要比别的笔划要重一些哈。火。这个点可以小一些，因为看字帖明显能看出来这两边是宽的，这两边很宽，但下面它这个地方就要窄一些哈。哦，这个点过来，一个横，水平的横，写笔走。再写一个点，看字帖是不是这个撇的起头和这竖钩是在竖钩的位置是在一条竖线上？看一下我的，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不过我这个火字这块有点显长了哈，我再写一遍吧。这个字也确实不好把握。看一下这个撇要比这个撇这个点要高一些，铅笔过来走油，这样过来，再写一个点，所以我写的也不是绝对准确的，因为也是人眼去观察去校对的。看一下这个横，这个横的位置是在这个撇的下端的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起笔，水平的，再写一个竖钩，直直的打着下来，再翻上去，再一个点。对比一下，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话，基本上这字还是差不多是找准的结构的哈。来写一下这个"从"字，第一个撇短，第二个撇长一点点，竖要往左斜。这里有一个点，这里也有一个点，转横向上写，这两个一个提一个，这两个的夹角一定要小。先是水平，再往下折，折到一定程度开始出尖。看一下，拿字帖对比一下，
跟这些对比一下，是不是自己的字是不是这样个撇，基本上是在一条竖线上。还有这个撇下面的撇，在这个点的右方，对不对？而这个撇和这个几乎是在同一条竖线上，但这个撇要再靠右一点点。写字时候要去多多和字帖去对比，这样你们就能事半功倍。每天在那死用功，一直在那里写，如果不动脑子的话，也是瞎整。好，再看一下这个深浅的深吧。左撇点儿，调锋，看下字帖这个形状哈，是不是就是这个形状？好，横往上斜一点点是很细的，这个就粗一点，45度出来。还有这个点儿，这个撇点儿，它的调锋方向就不太一样，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看清。这方是一个顿，要粗一些哈，看不到了，往前面一点点。横，一个长点儿出来，好，写完之后我们也开始对帖。这次我写的好像上面这个头有点大了。这个字精髓呢，读帖的话，精髓应该是这个竖。这个竖的位置是在这个横的中，这个横的中点的，这竖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横中点。然后这个竖钩呢，在这个竖的再偏左这么一点点，再偏左这么一点点，这个字就结构就基本上是准了的哈。看一下尤其的尤，横斜向上，这个竖呢应该是，我觉得是30度哈，要稍微比这个横再长那么一点点，重点是在这个竖弯钩，先往外走，在这个地方是水平的，然后慢慢的出来。它是先往左边走的一个趋势，到这个地方就是水平的了。然后这个点一定不要写在这个横的里面，要写在这个横的外面一点点。哎，这个字就好看了。尤其记住啊，如果出现在字中出现这种撇。撇捺还有什么竖弯钩这种地方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这上面这些横很短，然后撇和捺或者撇和竖弯钩要拉得长一点才好看。就像一个人，他就是头特别大，他身子肚子什么的都特别圆润，但他手短脚短的，那肯定不好看噻，那就土随缘，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字的这个撇捺，包括它有些常数。都是相当于是一个人的胳膊这种感觉。
找一个有长处的。这个绳，这个绳绳子，你说如果这竖写短的，短的好看吗？肯定不好看呀。这个字，如果竖写短了，这个整个字都胖了，都没有精气神了，对不对？读一下贴，看一下这些位置，是不是基本是在一条竖线上的？不能抄哈。它是个左右结构的，如果左半部分的右半段写抄了，不就影响了右半部分的字了吗？斜笔过来，内雁，看没有，它的这两个空白处全部都是等分的。这个竖，上面长于这里，下面也长于这里，给它拉长去就好看了。这树要拉长啊，垂露树，是不是这个字要拉长写去写？那看一下这个颜，你看一下，这不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字上的这个人头吗？头小，然后两个撇捺，脚长。一个字他在写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吧，它一定是有收有放的，它不可能说是所一个字的所有的笔画都放开，也不可能说一个字的所有笔画都收住，它一定是有收有放的。比如说你看这个言字吧，这个言字它明明是上下其实是两个相同的一模一样的两个，为什么第一个它就是收的，为什么第一个是它这个两个点要宽于下面的这个撇和点呢，是吧？然后但是就是第二个字的话，它这个就是撇捺就全部打开了的嘛，就因为每一个字都是要有收有放，要就是先看出来每个字的主笔，写字时候读写要先看出每个字的主笔是什么，把这个主笔，也就是说最长的笔画或者最醒目的笔画，最长的或者最粗的，又长又粗的，这些都要先抓到看得到，然后再去有针对性的临摹，然后包括看一下这两个点的外端基本上都是在一条竖线上面，它这个外端基本上都是一个正方形的嘛，对不对？这个三点水是欧体的经典三点水哈，基本上所有三点水都是这么写的，短横过来，这个就只有15度了，点再下来看一下是不是下面的这个要比上面宽。看一下是不是这三个，这个要注意什么？这三个竖之间的间距是相等的，并且这个竖的位置呢，对上来你看一下，基本上就是把上面这个短横还有下面的这个题也好呀，什么东西也好，是平分了的。它这东西简化完了是个啥东西？它这半部分吧，简化完了是个啥？简化完了是一个梯形，
简化特别完了，它这个上面部位是不是个梯形，还是个等腰梯形、哦、然后再加上四个相等的数，对不对？简化完了，你们没有看到哈，看一下上面这个字简化完了，是不是就是一个等腰梯形？等腰梯形很稳呀、啊，等腰梯形当然不会，不会看起来这个字就是奇奇怪怪的，东倒西歪的，对不对？然后下面这个它这个都是等，三个数都等距的，就是三个数呗，这样这个字就是稳的呀，对不对？写字呀，首先得看这个字哈，写出来好不好看，这个很重要。这字儿都写不好看，就别谈那个用笔了哈。而且考试的时候，老师也不可能拿着放大器去盯着你们每一个字的用笔去看那么细呀、啊。大体上肯定是结构非常重要，对不对？再写一个三点水的吧。巩固一下三点水。我写的是这个清凉的清。好，写完了，你们看一下哈，这个青，我这个笔画也是有点短。首先是这三横哈，这三横基本上都是平行的，然后它们之间的距离间距，你们看一下嘛，这个间距，这个间距，就挺相等的。然后这个横的话是最长的是这笔，最短的这笔。第一横是适中长度哈，把这个字其实简化了来是个什么东西？把这个青字简化了来，其实就是看一下它的外形吧。这个横和这个横，还有这两个竖，它们都是同宽哈。简化一下就是这个图形。加一个长横，上面再加一个竖，就是这种形状。三点水呢都是一样的，你看所有三点水都是一样的。它这边第一个点它在最左边。第一个点它在最左边。这边又是在一条竖线上。再看一下这个安全的安，这个字就是要用到我所说的抓住主笔的方法。看一下这主笔是什么嘛，这主笔是长横呀，把这长横写长去。这个可不是上节课或者你们接下来可能学一个字，这个霞，这个霞是，我夸张了哈，这个霞是这个雨字头。这语字头要写宽，这个不是，这个土把盖儿，它还要写瘦，它要往瘦处写，再加一个长横哈。八头的写法也很有意思，细的加粗，哈，这个也不细，要粗一点。看到没有，对一下是不是跟字帖里差不多哈。好了，开始最重要的长横了，要写长哈。
看看是不是基本上它的里面的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外轮廓和这个撇的末尾，包括这边外轮廓和这个点的末尾，它们都是一样宽的哈。其实这个也就相当于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又加了一个横。哎，之前是不是讲笔画的时候讲过斜勾？只要遇到斜勾，一般情况都要把斜勾写得很长。这个斜勾就像我们的腿一样，一定要把腿写长，腿长了才好看。看一下是不是？看这角出来这个斜勾多长，对不对？看我写的还不够长，还可以再长一点。这个字不就是，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形状的字。上面加了一个短一点的横哈，我说的是这一块，上面加一个短点的横，再加一个斜勾，再加一个点嘛。你们看呢？你们看这个五字是不是这样写的？是吧？注意字的收放，该放的就放出来，不要就是拘谨着，不要正儿八经该不要正经的该放了，写撇了捺了，一个大字哈。写撇捺了，哎，写成这样，撇捺都放不开，不敢放开，那肯定丑啊。撇捺肯定是，写大字肯定是撇捺写成这个样子好看呀。一开始可以先把这些做过一点，在读帖的过程中发现就是一些就是主笔呀，包括一些要拉长的一些很放的笔画，先把它做夸张去，再往里收。是吧？这个大肯定要比这个好看一点，对不对？好，以后反正还是要多读帖哈，课下多多去临摹哈。谢谢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